男嘉宾龙先生22岁，来自贵州个体；女嘉宾杨女士28岁，来自河北个体。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是你要来的是吧？对。为啥而来？说吧。我感觉咱们俩现在呢关系不太像男女朋友，脾气啊越来越大了。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多久了？快一年了。咋认识的？一个朋友过生日的时候认识的。其实我们俩在一起特别简单，就是看他长得还可以啊，然后就这么就在一起了。行行，听明白了，你也觉得他长得好是吧？啊，端着酒杯一见钟情是这意思吗？对。怎么了？现在感觉不好了？感觉平时跟他出去吃饭吧，就是平时我想搂着他牵着他走了，他不愿意让我牵着，就不让你牵手。 对。然后他怎么说呢？就说哎呀，你怎么老是喜欢黏着我呢？我不喜欢别人这样黏着我，因为呢我是他男朋友嘛，是吧？平时过马路呢就喜欢搂着他走，给他一些安全一点。然后咋回事啊？因为我这个人吧，他比较独立，而且我不喜欢黏别人，所以我也不喜欢别人黏我。我觉得那样的行为太幼稚了，恐怕别人不知道我是他女朋友似的。就不用宣誓主权。对啊，是这意思吧？对啊。有一次去 KTV 唱歌是吧？我也挺想靠亲密一点，他就对我说能不能离我远一点啊，脾气呢很凶很凶的样子，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感觉我跟你说一遍你也不听啊。我这个人吧就是有啥说啥，然后呢比较直截了当，表达的意思会比较清晰一点，就是我要干啥我会说得很明白啊。对，同时我不会墨迹别人。他呢就是表达不清晰，说话啰里吧嗦，然后呢还总问一些别人反感的问题，问不明白吧他还在那儿发闷气。他都问你什么问题让你觉得可烦了？就拿刚才我们两个在一起待着的时候，他想搂我，然后我就不想让他搂，他就说你为啥不让我搂？我说我不想。他说你为啥不想？我说我没有理由，我现在就是不想，我没有任何理由。他就在那里一个劲儿的会问你，你知道吧？就很烦人的。不是，那你烦人，你跟人分手吧。你烦人，你不跟人分手，这干嘛呢？我跟他说过一次分手了，在我朋友的生日。又是生日，这不是朋友多啊，没办法啊，这年头。就是去吃饭，然后我都跟他说了，让他少说话，尽量也别喝酒。他答应的很好啊，但他不听啊。我还没喝呢，他那一杯一口就干，那逮着酒就使劲往里灌吧。然后我朋友就在那儿就看不下去了，他就把我叫到厕所那儿，就跟我说，他说姐们儿啊，他说你这男朋友不行啊。一点面都不给你留，然后搁那儿说话又不会说话，我觉得你俩就不太合适啊，就搁那儿说一些七七八八有的没的。就说啥呀？说啥我已经记不住了。然后我对象就过来就问我，我叫你少喝酒你喝那么多，而且你还不搂着我，还不叫我宝贝。不是不喜欢别人黏着你吗？干嘛让人黏着你啊？那个时候我想被人黏，就是他没有眼力见儿，就是我越不想干啥的时候他越要干啥，就那种。明白了。听之后呢？哎呦，你别之后了，你还不赶紧跑啊，兄弟！你没听明白你的功能是什么吗？这个太清楚了，小明，妈妈回来啦，拖鞋，咔咔咔咔咔，小明走，妈妈不开心，可能是有点。是老对你这样吗？是老教导你吗，兄弟？平时老教导我，老教导你。你啥都不会，你可不让人教吗？你要是啥都会的话，我还用跟你说吗？平时跟他说话吧。他觉得我跟他说不上话，沟通能力太差了。但是他说话的时候呢态度比较大，让我心里很难受，没有在乎我的心情嘛，生气。他都做了些什么事让你特生气？除了逆回这件事儿不说了，还有别的吗？就是有一次吧，去我姐姐家，我教孩子问他成绩好不好，平时在学校怎么样啊。然后我女朋友就说你怎么那么墨迹啊，问孩子一起有的没的，在我姐面前她说话的态度也是一样，让我姐看着我们两个一直吵，心里那时候特别不是滋味。主持人，是因为就是说我在这里跟孩子沟通，然后孩子有一些小毛病的时候，我就是说去引导这个孩子，这孩子正听我话呢，挺好的，他搁那吵三言两语的，没事了叭叭搁那说两句，一会儿了就你不写作业了我就不带你出去玩去，你怎么怎么地了的，就总是有点威胁孩子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我那么正能量在带孩子，你在这儿给我传递负能量，而且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我就觉得拆台似的，有点拆台，所以我就很不开心。他呢
就因为这些小小事情，然后就跟我大发脾气，特别是在我姐面前，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尊重。听明白了？那你不觉得俩人不就是你当着人家姐姐的面儿，跟人家小伙子发脾气吗？发脾气的原因就是你们俩对于教育姐姐家那个孩子有不同的观点，教育理念不合，对吧？不同，不就这么点破事儿吗？事儿呢，我俩是没多大的事儿、啊，但是你说俩人要是在一起，三观不合，沟通不来，说啥啥都不是，你还有啥观不合呀？不是，我就说这算啥观呀、啊？那你这沟通模式，你跟他说话，而且我俩见识的东西、接触的环境，就是我跟他聊金融聊不了，聊价值观聊不了。说到格局他也不明白是啥意思，就是跟他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你知道吗？格局是啥意思我也不太明白。不是，我就举个例子，就感觉吧，他平时呢老爱说我一些小细节啊，比如就是比如抖腿，我呢从小到大一直抖腿，但是他呢看到我抖腿的时候就说对人是很不尊重的，那是细节决定成败。对，还有说我吃饭的时候嘴就是张得很大，没有那要吧唧嘴啊。他这样说我的时候，我确实是也不知道，哎呀，那个感觉让我挺尴尬的。我这些真的也没有人跟我说过嘛。他发脾气的时候，哎呀，你怎么这样？你知道这个礼貌吗？平时跟人家吃饭，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感觉我有点像他的儿子一样的被他管着。你是说他态度不好，还是不该管你？两件事。就是管我吧，是吧？他的态度就是有点。就如果他和风细雨的跟你说，你还觉得挺好。对，所以说你不介意他管你，介意的是他的态度。是的。为什么不能温婉一些呢？你跟他说一遍两遍他不改呀、啊、恨铁不成钢。就是我是真的是为了他好，那只有说是自己亲近的人那才会管你。我也知道他是为了我好，我很理解。就是有点不能忍受的，就是发起脾气来的时候要打人的样子，还有啊捏着人。打过没打过？打过。为什么打你呢？就那我没打他，我掐他。不是，你今天来干嘛的？你告诉我。就是吧，以后希望我们两个矛盾就是希望能小一点，说话的时候希望能互相理解一点。不是，你希望他理解你什么？就是有一次他早上打电话说要来我家找我，我就说我家这里现在有一个老乡，他也没问我是男的女的，他就误会我的意思了，可能就是以为我家有一个女的他不方便来我家，然后他就发脾气。你说平时他那么黏着我，这回我就是说突然一次我主动要求去见他，他应该会很开心。这一般人都会觉得他会很开心吗？那也不一定、对，那也不一定。老把人晾在那儿，那人家肯定不高兴 啊。对，就算他不开心吧。然后他那天我说去找他，他就不同意，他说不方便，然后说老乡还是两个人住，你结合在一起，你说能不让我误会吗？再说了，我如果不在意你，你还总说我不是你女朋友，把你当什么？我要不在意你，我能吃这个醋吗？我能生这个气吗？那个时候吧，我特别想跟你解释，但是你非不听。对，解释等于掩饰，掩饰等于事实，我又没有看到，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呢？是啊，主持人，那个我已经把那个视频发给他了，是吧？也让他看了。他都间隔多长时间了？他不愿意让我，他也不愿意看，也不愿意听我解释，然后后来。还把我电话挂了，把我微信拉黑，连一个解释机会都没给我。对，你间隔多长时间了？我今天跟你这么说，我过了一天，我过第二天，我再给你发个小视频，那人该走都走了，该上班都上班了，那啥事都对不对？那能一样吗？那中间间隔了多长时间你也不看看不想想？然后还有一次呢，他发微信给我，叫我早上接他出去玩，到了他的面前，我把他家的床垫了，就是有点做乱了，他又说我。屁股是不是长疮了？我说长钉子，我没说那个字啊，我是很斯文的。我感觉他就是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很爱发脾气，然后我感觉他老爱玩手机听歌，我感觉跟大家都没有说话的时间。不知道跟你说啥呀，大哥呀，我要是能知道跟你说啥，咱俩有共同语言，我也不至于听歌了。然后你说你唱歌好听，你唱给我听也行啊，你又不会。听懂了。还有就是他不尊重我，太自以为是了。然后做任何事情都不会问我意见的，想干啥就干啥，就是那种。就我听到现在，他也没想干啥就干啥，他想干啥就干啥的事儿，你举一个例子给我们听。就例如吃火锅啊，因为我这个人吧，是有些东西是吃了会过敏的，还有就是说我不吃荤呐、这样子，但他呢就认为我想吃什么了就夹给我，他都没有去问我，然后我不吃还不好意思，吃了我还不得劲儿，所以我好烦。行。
那所以他还是你男朋友吗？是啊，我要他不是我男朋友，我就不会跟他来到这里了，我就不会跟他参加咱们的这个节目，我就不会那么强烈渴望的去解决问题的。哦，那你们俩的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我就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跟他走下去，然后走下去的话，我们两个之间的这个差距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就是说去平衡，然后我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去跟他能有一个好的交流，然后规避这些问题，希望给他一些好的建议，希望他能吸取，然后对他有个帮助而已，是这样子。这个各位老师，帮助而已啊，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一个人和一对情侣的关系。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氧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你对这段感情，在场的我相信每一位都能看得出来，我们都谈不上尊重，就是轻视他，在你这儿就是一个备胎，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你一直说你的原则、你的标准等等等等，你知道你说的这种的像特像咱们玩一个游戏，就猜拳，然后不说输了赢了的标准，到猜完了以后说，哎，输了的怎么样，赢了怎么样，以我的标准为标准，就是在事前不说好标准，事后做诸葛亮。然后其次呢，总是用一种看不起他的状态在对他说所有的话，包括一说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矛盾的时候，你能非常轻易地笑出声。我就在想，这段感情当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能让你今天在台上展现出来是这样的一面。我刚才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跟他分手的一个原因。我想来想去，可能是不是因为其他的男人受不了你的脾气，而且其他男人你根本无法掌控，所以就留这样一个备胎在身边。我再一次强调，你可以不喜欢，但不可以不尊重人，好吧？好，谢谢。谢谢莎娜老师，谢谢。来，曲总，男生，我问你个问题啊。好，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分开？非常生气的时候，确实有想过分手。我教你一招啊，怎么能治他？好，你跟他说分手，你不去见他，你不在乎他，他就怕这个。他表现对你的强势或者是忽冷忽热，那是说明他自己内心是不自信的。你们是姐弟恋对吧？你比他大，对，本身你做这个选择你是有一定的顾虑的，所以在这会儿呢，你就会出现说为什么忽冷忽热，一会儿对他好一会儿对他不好，其实你是很纠结矛盾的。你想证明给所有的周边的朋友看，我选择虽然他比我小，但是他喜欢我，他听我的，而且他很优秀。你是希望他优秀的，但你希望他优秀的骨子里并不是为他好，你是在为自己好，在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但真正你看中这个男孩是什么呢？你看中他的在乎，离不开你。但一旦你发现他有离开的迹象，你会暴怒，就如同说你不方便去那一天，那一天觉得一定是天都塌了，为什么连他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啊，我觉得你最应该问清楚自己，看清楚自己，不要装给别人看，他不是你的孩子，你不能看不起他。明白。男孩，如果你清楚了的话，这是一个好姐姐，可以学到很多别人不能教你的事情，但他可能不是你的好情人，因为他没有把你当男朋友看。男朋友看最重要的一点，他看得起你，看得上你，尊重你，对不对？如果没有这个，那就当一个老师吧，好吗？就这样，谢谢曲总。田老师，这个女人不够尊重你，我更想说你尊重自己吗？小伙子，尊重你，如果尊重自己的话，就不会在他一次次场上刚才瞪着眼睛数落你的时候你毫无反应，你全盘接受。想要收获美好的爱情，先尊重自己，珍视自己。我有好的地方，我要发扬光大；我有缺点，我要自己改进，而不是在别人的数落、厌烦、嫌弃当中度日子。所以我觉得你都不是说要不要和他谈恋爱的问题，你要学会自重、自立、自强，才能拥有爱情。谢谢严老师。来，涂老师。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身边有很多不如我们的人。承认。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只是某一方面不如你。嗯，而甚至你还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不如你，你还真的就离不开他。至少在这会儿你离不开他。
那怎么办？那就要承认他的价值。他虽然不如你，但是他有他的价值，你要尊重这份价值。比如说他的价值在于什么？陪伴。可以帮你疏导情绪，骂不还口。第三，可以陪衬你，只有他才能陪衬出你的不俗啊。你每次在责备他的时候，甚至当着众人责备他的时候，你不也有这种优越感吗？考100分的人不会去嘲笑那些不及格的人，只有那些刚刚及格的人才会嘲笑那些不及格的人。事实上你们是半斤八两罢了，你只有在他面前才有安全感，你在一些优秀的男生面前你是没有安全感。我们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总是对别人指指点点，情绪不稳定，通过说你不行来展示我行的那些人，其实内心都缺乏安全感。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他爱得比你深。你要真的爱一个男人的话，你要真的说我恨铁不成钢，我要教导他，我不介意那些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但所有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其实心里都是不忍心去责备的，你哪有不忍心？但是真正那些母亲骂儿子、姐姐骂弟弟的，一边说一边潸然泪下，一边说一边心里不忍，你有不忍吗？所以不要打着我为你好，我疼爱你，我教导你，我是让你在我面前没面子，在众人面前有面子的幌子，来掩饰自己的虚荣和自卑。好，谢谢涂老师。好，又乐了。平时也是喜欢多笑一笑，所以说没别的意思。其实我只想对你说，我生活在一个什么坐标里，我就在这个坐标里，我努力向上，但是我既不轻视自己，也不轻视别人，努力向上。如果我在的生活坐标连基本的温饱、连基本的社会融入和大的环境都解决不了，我不去奢求更多的东西，认清自己吧。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其实吧，你说的这些我都能明白，你之前教我的那种我也明白。但是呢，如果说你愿意还跟我继续相处下去的话，我还是能可以接受的。我也可以为你改变一些你觉得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也希望你以后呢脾气就是能改正一下，不要不在乎在什么场合家里人都什么话都能随便说这一点。我知道，然后我也不想那么轻易就放弃这一段感情，然后我的自身不足我是知道的，然后我也会努力的尽可能的去改掉一些不好的方式方法吧，还有一些习惯这样子。好，谢谢两位，请亮灯。好，谢谢你们，请回吧。来，请关门。好了，来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吧，请开门。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来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刚刚听了老师他们的方法方式，我觉得说的都很对。我呢，希望你呢能也改变一下你对我内心的想法是怎么看我的，这是我非常想对你说的。我知道，我以后吧也会去注意，但是我也希望你吧注意一下，有点提升。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沟通不来，或者是说话说不到一块去，我也有压力的。但我相信咱们能越来越好的。我会改变的，希望你也是。请亮灯吧。啊，
哎，谢谢。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去吧。好，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老师。哎呀，谢谢。